爽。夜莺点灯，武林农场的樱花林，暗夜中透出唯美的粉色、紫色光芒。由下往上看，你有看到这一球一球的一个花，其实还蛮漂亮的哈。入夜待到白天，摄影玩家手持单眼相机群拍，退到马路的另一头。啊，回头看一下，也要注意走在路边，也要注意一些车况啊。开车路过的游客也很识相的关掉车灯，不打扰拍摄性质。下礼拜三大概会达到满开的状况，那下礼拜四。最佳的赏樱期间，一到夜晚，摇身换了张新面貌的，还有新北天元宫的满山樱花绽放的三色樱，白天有如粉色仙境，夜间光影秀，地面投射出具有律动感的樱花花瓣。同样迎来能够切换白天黑夜两种赏樱模式的南投游乐园，春樱飞舞在灯光投影下，勾勒出一道闪着紫黄色光芒的拱门。来自日本的第三十代樱花女王特地飞来台文化交流。兴奋了。22座日月潭水晶缆车车厢换上浪漫的樱花装，不过游客也不用担心错过与樱花最近的距离，赏夜樱踩点全台皆有。台中滩派出所樱花沿线200公尺种植近百株樱花，季节限定，预计2月25号赏樱夜登场，越夜越美丽。三立新闻中部。